那日扶桑神境强者偷入大夏国境，翻掌覆灭三城，一片血海。危急关头，我大夏鬼玄战神提剑而来，以凡人之躯拼死一战，携大夏国运一击斩杀扶桑半神强者。没想到三江之源竟被投入全扶桑核污水之毒，若此都不解，一年内大夏子民必全身溃烂。二王生死。 家中有人，几乎大夏数万的英灵众，北玄战神以自身残躯将污水一口吞下，燃尽红莲，化解毒性。而后化作大雨，降于华夏世间。从此，势如北玄战神，可悲可叹。林凡，读多少遍了，你耳朵没听出茧子呀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 别的评书就是没这个听着带感。你是不是把自个儿带入进去了？人家可是挽狂澜于江亲的大夏战神，你只是个保安，别做梦了。保安怎么了？我20多岁当保安，少走40年弯路。拉倒吧，给你看样好东西。你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吧？好好看，好好学，别到时候脱了裤子，两眼一摸黑。 林凡，你咋一副被人绿了的表情啊？那他妈是我老婆。